期结束。你活在上个世纪？不是啊，我真的记得我小学什么乱七八糟都是七天，然后有一段时间被改成三天了。我应该没有记错吧？难道是五一劳动节这个改了吗？我记得是有个长假怎么变成三天了，应该不是我的错觉吧？好，我过去与之一战，逼他跟我一战，然后他死了。好，拉住他，他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。不管你信不信，他如果石化了，啊？哦，他没被石化，那这个不能怪我。他如果刚刚真的被石化，他就死定了。我也许可以跳进去，然后过去把他杀了。你们觉得呢？会不会太凶残了？好，那我们为了防止意外出现，只有五一改了哦，十一是没有改过的。好的，我是说我怎么突然就是有一种感觉，有一个七天的假被改过。他这个根本就没办法跟我玩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他还跳到我脸上来送，你这不开玩笑吗？这个人没大招也到我脸上来送，你这不又开玩笑了吗？你们这么多人来就不是送的问题了吧？小左为你砍他一刀啊，往这边拉一下一技能，小走走走走走走，哇，他过了呀，朋友，我真的是我们两个可以把这五个全部秀死了，反手跳啊！不懂事，他认为打不了，你告诉我怎么打不了了？我刚二技能拉到这个猴子，不就是可以与之一战了吗？对不对？可恶。让我很伤心呢。没事，面具一做。嗯，记不记？嗯，好吧。嗯，哇，我这一波很关键的，好吧？我要是没好好操作，绝对炸了，好吧？四个人来抓我，被杀三个，怎么不行了？当我把局面打成这样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吃口药，买个面具，越塔强杀。注意我的措辞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怕就对了吧，是吧？把他大招都骗出来了，你觉得他压力大不大？他敢吸这个冰，敢吸这个冰回血？还真的敢，那行吧，没事，去吧，疯狂点，错了没？强行压血量，不敢大声说话，来这么多人，来，打死我，然后呢？秀，秀不秀？秀，都得死，我告诉你。推我推得到小走位，是吧？开玩笑，我告诉你什么叫克制，是吧？有些同学跟我讲，哎，这个我那玩那个什么玩这个虞姬很克这个达摩呀，你那个是就是打他不占劣势，是吧？我这才叫克制，好吧？这是真的克，没法玩的，从头按在地上摩擦按。把这个小光头按在地上打，他有办法吗？是吧？你们都是觉得达摩很强，是吧？强得过我吗？强不过的呀！我这一过去，一技能直接入场，瞬间二技能一拉，一手闪现，哎哈！摇！我大招，一技能，我跳死呀！你说这些小妖怪真的是就死掉了，有点烦，运气好的不行，真的都是运气好，不然应该死一片，应该早点交闪，舍不得这个闪现。我去下路啊，去下路干嘛？吊打赵云，我让赵云先手一套打到我，我都并不是很畏惧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中路已经带掉了，啊，这个野区啊，随便拿，想要什么直接拿，啊，我真的是让赵云先大我都无所谓，好吧，我们让一手赵云，让他先大我，
他先打我，我再跟他打。你看，他这样都不敢与我一战，你说他慌不慌？阿仙打我了，对不对？我反手二技能，一技能拉一下，是吧？直接开大招躲伤害，我小走位 ，A 他吸，不慌，他给个大，我拉，哎，再见。啊，还有这边有人，无所谓，这一把已经好强。我亲爱的朋友们，这拿我有什么办法吗？他又打我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我站着跟他打，是吧？站着跟他打，站着打，一个大招，是不是？我说。你越这个英雄啊，他这真的是不怕任何近战，是吧？你说很强的什么花木兰呐、啊，什么达摩呀，你说得出来这个任何这个近战型上单，都按在地上去拦不住。那好打他的是什么呢？射手，好吧，射手这个爆发太高，咱们有点没办法。然后呢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，大我，然后呢，疯狂吸，站他脸上吸，然后呢，对不对？有办法吗？一技能闪现过去打一下，又炸裂了吗？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是吧？大招又好了呀，我怪谁呢？我跳，他大，我拉，疯狂吸买装备，吸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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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技能跳过去，二技能吸吸吸吸吸吸吸，吃口药，吸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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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，好吧，在这种很淡定的氛围下呀，我们就成功的完成了这一些操作，好吧，下路也就随之的被我们很简单的打穿了。你觉得我在这种行为里面？你觉得我慌不慌，是吧？越塔击杀游刃有余，啊，他一拉，我一拉把这个塔一拿，刺激。现在干嘛？买装备，一技能，是吧？为什么要敢跳进去？因为有大招，是吧？他炸，我拉，直接站在里面打小走位呀，一技能，敢不敢往里面跳？敢呐，为什么不敢？是吧？一拉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拉着他，拉着他，他很痛苦，很痛苦，很痛苦。交闪现，一技能跳过去，往那边我一拉 ，A 一下，是吧？我给大，当当当当啊！原来如此，这个控制链还是接的比较稳的。那这一波啊，我有些许小浪，但问题不是很大。把冰心一满，游戏又结束了，好吧？好吧。给别人一点点机会，问题不是很大，好吧？你这个让我这个拿一手简单的红 buff， 这不就把别人按在地上打了吗？好不好？等我拿个红，这个红啊，还是要必须给到我这么秀的人。我拿这个红一个打三四个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了，你这个红 buff 是有点过分的呀，我真的是，你这个鸟好来回左右勾引我，这一幕似曾相识，没事，下路单，简简单单，游戏结束，朋友们，我告诉你，你玩芈月这个英雄啊。你只要二技能能拉中人，问题就不大了。我说的拉中人是什么意思？你哪怕打到小兵身上，也是没问题的，好吧？那既然这样，我们拿个蓝，啊，你一定要拉中人，拉中人加攻击力的，你不加攻击力，这个伤害不会那么爆炸，好吧？懂我意思吧？拉小兵也加攻击力，拉野怪也加攻击力。你如果拉到敌人的话，敌人减攻击力，那就更厉害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啊。要自己去了解一下，是吧？他不大我吗？是吧？见到我是闻风丧胆，不敢大声说话。哎呀呵，你居然不闻风丧胆，那你不是很过分吗？吃口药，点一下他，拉一技能，我跳 A 再见，是不是？很简单，这个事情，把这个中路就拉打掉了。一技能是吧？放鸟过去，哇！一放一跳，二技能接大招，
无情连招，看没？一技能往那边放，他过来我跳，二技能一拉，啊，怎么办？他一棒我闪现，是吧？再拉回来往这边走，是吧？我这个鸟他们看不到，我二技能 A 两下，他一棒我开大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再往这边一技能，往这边我再一跳 A 一下，小土匪二技能牵到他。啊，大我有没有？没有，直接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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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一个，跳跳跳，大招拉走位，是不是？有办法吗？二技能黏住他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很简单，你这个英雄难不难？好吧，芈月嘛，你看到这个对面有战士的话，这不选手芈月吗？按在地上锤，好吧，你怕就怕那个对面选了什么鲁班呢，是吧？这种射手手很长的你就没办法操作他，啊，你这种战士都是按在地上，按在地上打的，好吧，懂我意思吧？下一把不是一个人的王者，而是团队的荣耀。暗示一打九，看到没？这上面两句话，我先一看，哦，这个游戏在推广是吧？让大家这个跟这个旁边的所有的好朋友啊、好同事呀、好同学啊一起来参与这个游戏，对吧？团队的荣耀。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是暗示一打九，终于参悟了这两句话，啊，悟性不够。你不是一个人的王者，而是团队的荣耀，是吧？团队的荣耀，我们四个都谈好了，你好好玩。